我都可以随意吃是吧？随意吃，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汉哥紧张了，因为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鱼，这应该叫西陵鱼是吗？对，西陵鱼。嗯，好，这个，嗯。小时候呢，如果吃饭的礼仪不对，妈妈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打手，打手。手，打手，我的手。你刚刚把这个芥末直接放到酱油里，这就不礼貌了。先要取一点点芥末，涂在这个鱼片上。对。然后用筷子可以夹起来。时尚其实应该让芥末粘在生鱼片上，对，然后三分之一，只能三分之一，蘸一点点。不对的，不对的，对。你吃还是我吃呢？都可以，那我吃吧。